我们新疆的这个反恐惧法实施办法的第七章就是教育管理，第38条、39条，就为我们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它的存在、培训应该培训哪些内容、用什么样的方式，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依据。世界很多国家都在这样做呀。那么我们也看到了，比方说像新加坡、像英国，它都有这样的方式帮助教育那些受极端思想影响的人啊。就包括教培中心，就是一个国际惯例，就是你怎么样去教育转化它。专门出台了网络安全管理条例，对通过网络传递暴力恐怖信息，尤其是教唆暴力恐怖的方式方法这种犯罪，我们把它作为我们打击的一个重点。如果像那些互联网络的平台和网站，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，会受我们就要追究责任。当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实施这个暴力恐怖犯罪受到刑事追究的时候，我们就感到其实他们也是受害人。是什么的受害人呢？这些暴恐音视频教唆的受害人，他自己没有去实施暴力恐怖，但是他却很快的让别人去干了这件事儿，所以就是基于他的社会危害后果非常的严重，那么我们国家刑法当中这一条制作传播暴恐音视频，我们就要追究你的刑事责任。就算我们把暴恐音视频截住了，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不会截住，它还会延伸出很多新的方法，恐怖不过是个手段罢了，所以我觉得它依然是长期的一个挑战。